九点强档剧，杀了我师兄全家，因重重误会，你就该死。让这对江湖儿女反目成仇。你何时才能放下对我的偏见？因医术不佳，他间接害女友伤残，内疚不已。我真的很痛苦。我乱世光景，真情能否让他们冰释前嫌？你为什么那么傻？真爱，我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能否让他打动芳心？我的女侠罗咪咪，7月20号起，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从7月20号起，你也可以上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《我的女侠罗咪咪》。